啊，我满意什么呀？满意？对呀，虽然他打得不好，但是他打出了无数点伤害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他那个回合苦肉那回合，我还以为他是有很有思路呢，上一刀取胜，然后再苦肉，决定，因为取胜是明代有条的，可以决定用什么牌来睡觉嘛。庞统、丁奉、马超，有两个有马术的男人在我的选项框，菊花卫，把涅槃点亮。啊，刀哥，我的 ID 叫解锁。这游戏充分，这充分表明了这个游戏是运气，对吧？哦，最喜欢的组合来了，对的。闪电！妈的，我都看懵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打这几局，谁告诉你四区林最坑中生啊？有。四区肯定不是最坑的区啊！杀！最喜欢的是这个组合鼠呀，辈，竟敢伤我！最喜欢的喂狗组合是这几选择。最喜欢的喂狗组合是甄姬荀彧，但是最喜欢的组合肯定我都说过是连环玉啊，虽然那组合顺并不一水定最推。强，个人爱好。谢谢残泪是吗？是这么念的吗？不会念。不是，一区不是最坑的啊，但是一区的玻璃心玩家是最多的。借刀一杀区的玻璃心玩家是最多的。杀！谢谢生子送给我的刀，谢谢生子。体恤飞浮，飘忽若神。一区不是最坑的啊，绝对不是最坑的。打的最不坑的是二区，往往受不了。火攻。九区就算了吧，九区那个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九区的新手比较多嘛。羡慕貂吧。蝉，九区的新手比较多，因为它是新区，就是有很多人打的就是比较菜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我们不是黑九区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九区不坑的话，那反而不正常了，因为九区是个新区嘛。打了个哈欠，超时了。妈的，五张锦囊，我靠！其实好想动的，但这个架势看起来不像大蜀国，算了吧。我最多拆一下吾党杀神，我党杀佛。麒麟弓就过了凌波微步，罗袜啊。嗯，生尘，体恤微服，原来飘粉丝忽若黑区神。就是菜刀带的节奏。我从来没有黑过区啊，是张角吗？顺对呀、啊，水都是推不舟，少的人。无我所什么不时候黑及，过区啊？无中生有，杀！吃我一击！那这点位还是挺有思乐路的，不知道思蜀。答案就。仿佛兮这是若张角清啊，貂明蝉。之闭月。貂蝉是张角，他刚才没有闪电判定，所以说他没有变夏侯惇。
不是九区是天下大事唯我所控，二区会玩的玩家是最多的，一区玻璃心的比较多，但是一区不坑啊，一区不能算坑。我最喜欢的是四区，然后是二区，然后是三区，不，然后是一区，然后是三区，最后是九区。这个只是个人爱好问题啊，这个不存在黑区啊，因为我在四区运气特别好，就是特别好，可能也说不上，只能说是最好的。没有四马吧？哪有四马？都四鞋匠，哪有四马？那是无懈读条啊，那是无懈读条。哪有四马呀？甄姬要是四马的话，他自己不亮将吗？那个应该是无懈读条吧？好吧，真的有四马。注意点儿。不是大哥，你司马懿你不出来，这你要瞎我的狗眼呀！貂蝉留了一张桃，应该是我觉得，他把桃丢了，他留了一张闪吧。我也是醉了。我想凉降了，过河拆桥，以逸待劳。我不想猥琐了。万箭齐发，反正张角不会劈我的，我不怂。闪！司马姬死了以后，我们打这个群雄啊！哎，爱劈不劈，反正我他妈是庞统。这个四号位有可能是群雄的啊！张角没留闪，张角留了个桃，原来。别紧张！我操，这么屌啊！闪！回炉再造，变废为宝。火杀！我不相信四号位是蜀国的。生造。四号位如果是蜀国的话，我就直播吃翔。我给夏侯惇打个无懈可击吧，不想让他刚练我。无懈可击。妈逼的周泰啊，还不够！你妈逼，你一个周泰那么浪干嘛呀？别紧张，有老调戏不了的呀，大哥，他是暗角，怎么调戏？我调戏张角吗？铁索连舟，如履平地。连这个藤角什么意思？南蛮入侵，我绝不会倒下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们说的对。看我三步之内，取你。